最近天气非常好，正适合全家大小做伙出去佚佗。青埔教育基金会邀请家扶中心的受扶助家庭，来到投六个行客纪念馆头前，到顶野餐、食披萨、看表演。阁有生物科技公司赞助300多罐的牛奶粉，捐赠给婚姻的公益团体。扶轮社姊妹啊，阁有现场捐10000元，帮助家扶中心，活活动是充满着爱甲关怀的温暖气氛。看到自己心目中的偶像，小朋友都冲到舞台头前对着伊跳舞。在这场野餐的活动内面，阁有副家长更是感谢的关心。有啊，帮助很大，我刚好蛮需要奶粉，也谢谢青埔基金会还有家扶的老师嘿，让我有这次带小朋友来这里哈踏青玩，顺便领奶粉。很感谢有这个活动，不然平常真的比较忙。谢谢家扶告诉我们这个活动，感到就是爱心，爱心给我们。谢谢。小朋友摕到牛奶罐啊，欢喜甲无愿意放开，因为会当和妈妈来野餐、食物件，佮有伊上爱的牛奶粉会当啉，真正是有够幸福。社会需要有一些温暖，那以公司的企业有这个社会责任，可以帮一点小小的忙，希望可以引领跟更多的区域可以有这个爱心可以分享到。我们在地方了解说，有很多弱势家庭的这些小朋友很缺奶，那所以呢，其实哦，希望为他们带来一些生活上的帮助，邀请他们出来野餐，然后一起同乐，是希望给他们一些精神上的愉快，然后也带给他们一些欢喜。野餐当然爱有好吃的东西，采埔教育基金会为大家准备美味的披萨，让大人囡仔吃到停不下来。看到高水的气球，更是让小朋友抢不爱。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企业、更多的基金会呢，能够像我们青埔教育基金会这样哈啊，一起来啊，共同来响应，共同来关怀我们云林县的孩子。在嘉俊董事长的带领之下，我们应该会有更多关怀我们弱势团体的一些各项的活动会来办理。热心企业关心扶林粉，扶林社的姊妹啊，马东就关心10000元给家扶中心。大家爱心都像大里头同款，遐尼啊热情，都让人温暖，也使人感动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